好啦，我们终于可以来玩一下机子了。哦，身为一个机子开局玩家，没问题的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们艾斯达进场哦，这样子等等开战机就可以开大了，先加一波速这样。好，这边直接加速。好，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哦，有问题了，哈，蓝莓被嘲讽，是没什么关系啦。我们目前是两个，所以还要再叠一次。哦，这样子好。然后等等打完网，又可以拿一次。好，很好很好，这就是我要的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OK，这边的话，哇，火落点变少了。哦，不对，直接开，刚好一个。哇，这机子的血线确实挺危险的。啊？是剩你一个的意思吗？也太好笑。这边两个，刚好可以触发。哎呦，又一个。然后这边，哇，这也太爽，笑死。到底，非常好，笑死，这也太顺了吧！我甚至还没有看到对方是什么角色，这样子刚好两个敌人。可以，先补攻。然后可以开了。哎，哇，斯瓦罗也那个也击破了，但就不能多叠一次。然后斯瓦罗会先。继续状态，这边的话，刚刚好，等等机子又击破一个，那我觉得先这样点好了，不急，不急，欸，他没有叫怪，欸，我以为他血线到会直接叫怪，我说应该可以凶狠一点。这边不是神点啊，这边主要只是我想要多蹭一点。这边应该可以。这边开，直接拿2层。哇，分数真的是疯狂跳的。这边也是直接拿3层，然后等等怪出来，机子就用一次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，我想一下，哎，已经6万了，哼，这应该可以开大。OK，又爆一次。哎，旁边那只没有死哦。哦，迪恩森他们两个哦，啊，主打斯瓦罗，虽然我不知道打不打得完。好，当我没说。
当我没说，好啦，完成哦，完成，OK，40000，可以。